版风格的轻松放置型游戏《对决吧！一番赏骑士团》，可以让我们在游戏中享受到几乎开不完的宝箱。宝箱开出的装备会依据勇者的等级跟宝箱的等级而有所提升，装备除了基础数值也有不一样的属性，像是吸血连击等等，就看你想要搭配怎么样的流派。不断开箱获得装备就能一步步提升战力，接着就是在主线中让勇者上场通关，提升到一定战力后，也可以在竞技场中与其他玩家的勇者一决高下。如果你也喜欢开箱的惊喜感，那就来游戏中开到爽吧。